1882年7月，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马歇在护卫设立一所神学院，名叫理学堂大书院，后世又称牛津学堂。1911年，马歇的长子协瑞莲回到台湾，在原学堂的基础上创立了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就是后来的私立淡江高级中学，简称淡江中学。这是一所人才辈出的学校，古龙、林哲夫、蔡阿信、胡德夫等人都毕业于淡江中学。当然，我们许多人了解这所学校，应该还是因为那个男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的他，因为音乐方面的才能，被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录取。从此，杰伦就开始了每天骑机车、坐船跨越淡水河去上学的日子。在那平凡而又难忘的学生时代里，杰伦留下了许多让他一直怀念的记忆。在学校琴房练琴，在全校面前表演，在操场打篮球，翻越围墙逃课。他的成绩虽然不好，但是他的才华也算是全校出名的。漫步在淡水老街，这里相比杰伦上学的时候虽然繁华了不少，但是许多店铺还依然维持着老样子，这其中就包括周杰伦每天放学必去的百叶温州大馄饨。一碗温州馄饨，一个大鸡腿，这是杰伦每次必点的套餐。因为每次都吃一样的东西，杰伦给老板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杰伦走红后，这家店也由此出名，老板娘便推出了周杰伦套餐，无数的客人慕名而来。超屌！来这边吃，感觉好像回到17岁一样，很开心啊。在淡水老街这个商业与古朴交汇的地方，点上一份周杰伦套餐，游览淡水河，参观淡江中学，不失为一次惬意的旅行。走进淡江中学，红砖教学楼，绿树成荫的操场，哥特式风格的大礼拜堂，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让人感受到一股复古的典雅气息。这里的确是拍电影的绝佳之地，杰伦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校园青春的电影，到2007年，他觉得自己的导演功力已经足够，也觉得再不拍就不适合演十几岁的学生了，于是说干就干，他立马开始构思剧本。虽然找来了专业编剧杜志朗合作，但是只是寻求一些指导，剧本的框架和细节依然是周杰伦自己完成的。随后他敲定在淡江中学和真理大学取景，并找到了当时正在为《太阳照常升起》担任摄像师的李平斌来指导摄像。当然，杰伦还拉来了自己的一众亲友参演，不光有黄俊郎、宋建章、詹宇豪，周爸爸也在其中参与了客串，还有那个曾对杰伦有恩的音乐总监吴清俊，当然还有许多人就算没有入境，也以其他的形式参与到了影片的制作中。可以说这次的电影拍摄应该算是杰伦宇宙的大集结。可是女主角该选谁呢？其实周杰伦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跑来跑去，什么事都没有做。后来桂纶镁曾回忆说，当时是周杰伦托一个相识的化妆师来问他有没有兴趣拍他的电影，如果有就让他自己给杰伦打电话赴约。在这次纯属私人邀约的见面过程中，
杰伦为桂纶镁描绘了整个故事，还详细描述了将怎样去拍摄其中的一些场景。杰伦讲得很认真很仔细，他立刻就被浪漫的剧情和感人的细节打动了。杰伦后来跟他说，之所以面谈是想看看桂纶镁还有没有之前出演《蓝色大门》时的学生气。他认为桂纶镁虽然是艺人，但还是保留着学生的单纯气质，很适合这个角色。这次见面之后，合作的事情就算是定了下来。不得不说，杰伦的眼光非常独特，除了桂纶镁，似乎真的没有别人能比他更适合陆小雨这个角色了。演员敲定，人员就位，拍摄就绪，周杰伦心中所构思的那个叶湘伦和陆小雨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在丹江中学的青涩校园中开始了。走进学校的老琴房，琴声戛然而止，陆小雨邂逅了那个第一眼看到他的人，叶湘伦。和他漫步淡水河畔，干杯冰淇淋，看他和雨豪斗琴，和他厮守连弹，登上阳明山，一起逃课去唱片店，在天台接吻，在舞会斗舞。可是一个误会却从此阻隔了他们的距离，小雨就这样消失了。直到毕业典礼那天，小雨重新出现，叶湘伦在和阿郎阿宝的交谈中回忆起了之前的种种异样。影片从这里开始回收伏笔，从琴房到教室108步，小雨走进教室，老师却没有反应，叶湘伦喊小雨，晴衣却回了头，小雨走出唱片店，店员却没有抬头，小雨连续15天没有来上课，以及叶湘伦的纸条传给了晴衣而不是小雨，一切都仿佛串在了一起。电影由此揭开了之前一直存在但观众却完全没有注意到的谜团。从20年前弹琴穿越而来的陆小雨，第一眼的邂逅决定了他的人生故事，可是纸条传错又改写了故事的结局。伤心欲绝的小雨回到20年前，被人们视作精神有问题，从此他不再上学，只与钢琴为伴。毕业典礼那天，他最后一次来到老琴房，打算最后一次去看一眼叶湘伦，可是晴衣的手环再次让他幻灭了。心如死灰的小雨在课桌上写下那至诚而心碎的话语，20年后的叶湘伦正好看到了历史修改的这一幕，他奋力回答，可是时间是无情的，20年前的小雨看不到他的回答。最终在气喘的病痛折磨中，小雨在遗憾和孤独中死去。那天的邂逅所写下的故事最终就是这样凄惨的结局。叶湘伦在知晓这一切以后，决心要改写历史的走向，他冲进琴房被拆除的最后一晚的夜色中，冲进摇摇欲坠的危楼中，
用自己的生命的力量弹奏着秘密之曲，这是时间之曲，在无情的时间面前，叶湘伦奋不顾身地弹奏，只为改写时间线，挽救小雨。伴着血迹，随着最后一个音符的落下，叶湘伦回到了20年前，1979年。他弹奏得太快，以至于回到了小雨第一次穿越之前。那时，小雨还并不认识叶湘伦。可是叶湘伦笑了，因为一切都可以重新再来。这是一次全新的第一次的邂逅，也意味着全新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将不再是小雨孤独死去，而是两人幸福的在一起。窗外的阳光温暖地照进教室，也照亮了两人的未来。老琴房的钢琴被毁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叶湘伦了。叶湘伦和陆小雨的笑容被定格在了毕业照中，也定格在了观众的心里。一个感人至深的绝美故事，这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当你真正看懂这部电影后，很难不对周杰伦有进一步的敬佩。跨界导演如果做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许就已经值得称赞了。而不能说的秘密不仅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更讲述了一个出人意料、情节多次反转却找不出漏洞且情感细腻的故事。它成为了此后十余年国产青春片不可逾越的高峰。当你专注情感时，你会为小雨和叶湘伦的爱情而感动；当你专注剧情时，你会为前后的伏笔铺垫而惊叹；当你深挖细节时，你会为严丝合缝的穿越设定而折服。纵乱时间穿越题材，当我们看命运石之门，胸针一遍遍的穿越，奋力营救真有理时；当我们看你的名字，穿越交换身体的龙，奋力拯救三叶时；当我们看明日边缘，一遍遍穿越，最终成功拯救世界的阿汤哥去找女主，而此时的女主还并不认识他，但他露出会心的一笑时，或许会不由地想起早于以上这些作品。2007年的这部超前的《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奇思异想的才华不仅施展到了音乐上，还扩展到了电影上。同剧组不止一人在采访中说，拍摄时完全搞不懂杰伦的要求，又是弹钢琴穿越，又是第一眼理论，这些在拍摄时完全摸不清头绪的剧情，却在成片出来后震撼了所有人。要知道，电影拍摄时每个人所制作的只是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包括演员也只是演自己需要演的那一部分戏份，全片的剧情有时候主演也未必能弄清。但是作为导演，他需要对所有的剧情、所有的分镜都了如指掌，在拍摄之前就在脑中统筹规划好所有的内容，对于剧播和整体导演都要提前调整到位，安排好剧组几百人所有的工作，这样在拍摄时才能有条不紊。而周杰伦出色地驾驭了导演的身份，一共2个月的拍摄，杰伦都安排得非常到位。就连之前不看好他的黄俊郎，在访谈中也是赞不绝口。平时看起来像幼稚鬼，可是认真起来却总能令人惊艳。他真的很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导演。他虽然现在因为年轻，可是呢，也因为年轻，我觉得他很适合拍这种片。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的那么某些想法，所以他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杰伦这个人真的是很不错的，我超欣赏他。而且我一直哦，就以写到他的歌为荣。对，他以前还蛮毛躁的，可是我觉得他拍这个电影，其实一开始所有人都不看好，而且所有人都堵拦，就觉得就是公子想玩嘛。然后就，啊、你知道吗？我不会形容，有些人就是，哎，不好意思，带回来一下，没有存在感，就是当别人在出风头的时候，他会想要来抢镜头。
不过当然也好了，这样代表他有表现欲望啊。对，刚刚他那个行为我可以原谅他。对，成熟稳健，他在这个地方呢比较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工作人员长得很像杰伦哎。我寄过去吗？好。这背影还不错，还蛮帅的。是这一次电影呢，他有面临到很多，他才知道哦，很多东西不简单。然后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不止兼演员，还要当导演，然后所有的音乐剪接，他每天都要想太多东西，他时间又赶，他等于在两个月之内要把所有东西弄完。可是呢，就因为这个情况很险恶，所以我突然发现，他不像我认识的周杰伦，他不像我认识的周杰伦，因为他在这一次里面非常有稳。我觉得当导演他。从这一个月看来，他完全有这个。杰伦拍电影认真，其他人自然也不能马虎。一直嫉妒猪妈妈和外婆频频在作品中被提及的猪爸爸，这一次也终于过了回瘾，有机会在电影中演了一个生物老师。作为泸州中学的生物老师，猪爸爸这次可以说是本色出演，在现场还真的教起学生们生物来。那你自认为你单细胞是很好的，像单胞就是单细胞，它全身只有一个细胞，完成。虽然在电影中的镜头只有短短十秒，可是他却一遍遍地看着回放，希望能演得更好。看来这股认真的性格，杰伦从老爸身上遗传来了。在拍《满城尽带黄金甲》时，导演说这条过了，杰伦有时还要求再来一遍。而《不能说的秘密》里，作为导演，杰伦的要求就更严了。片中一场四手联弹的戏，周杰伦和桂纶镁前后足足拍了70多次，所有的钢琴镜头都是实拍，不仅要拍到脸部表情，手部特写镜头也很多。虽然桂纶镁小时候学过钢琴，但仍然状况频出。他后来透露，这场戏让片场一直好脾气的杰伦都脸色难看起来。好在最终还是圆满完成了。不过杰伦的认真却让他很佩服，因为他的认真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为了完成更好的作品。跟那个桂纶镁，他那个手啊，这样搭在上面，那种就觉得四手连弹，那个很感人。是啊，还没看。你知道什么叫不能说的秘密？他等拿钱就好了，公审，公审，我听不，我听。没有。但桂纶镁也同样认真无比。小时候学过6年钢琴的桂纶镁，特意为四手连弹这段戏苦练1个月的钢琴，才完成剧中的效果。有认真的态度，才有优秀的作品。对比现在许多导演和演员不断挑战观众的下限，不能说的秘密是全剧组每一个人都在用心做而完成的作品，是一部有灵魂的作品。在11月的肖邦中展现的古典功力，到了不能说的秘密中展现得更甚，其中的纯音乐创作不由得让人想象，如果周杰伦一心钻研古典音乐，后来应该也能走出一条精彩的路。当我们聆听电影原声带时，会发现其中的许多曲目的确是以古典音乐的思路来创作的，超出了单纯电影配乐的范畴，并且杰伦对于配乐和电影的画面结合是做过了精心设计的，无论是开篇的翻页乐谱和旋律氛围，还是脚踏车响起时所营造的情愫渐起，还有那曲没有被收录进原声带的笛子吹奏营造的活跃氛围，以及第一次亲吻时淡淡的美好，没有正面亲吻的画面，只有夕阳映照下两人甜蜜的背影，伴随着舒缓的吉他声，将情感传递到观众的心中。还有影片中对于天鹅的几次运用，从斗琴时拿到天鹅琴谱，到天台把琴谱交给小雨，再到毕业典礼演奏天鹅，杰伦用这首曲子把电影划分成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些都是非常高级的电影手法，虽然观众不一定能看出来，但是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观众。许多电影常常会忽视配乐的重要性，作为音乐人，周杰伦为影片创作了极其优秀的配乐，而这些配乐也为影片渲染出更加有触感的情绪，
在不知不觉中打动了我们。周杰伦为什么会突然跑去拍电影呢？不了解他的人或许会很诧异。虽然他拍摄了不少 MV， 但是 MV 和电影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当黄俊朗第一次听说杰伦要拍电影时，他狠狠地嘲笑了杰伦，并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参演。后来杰伦威胁阿朗，如果不演以后就不能写词，无奈阿朗加入了剧组。但是在剧组待了两个月以来，阿朗感觉到杰伦的专业，他对于各方面的拿捏都十分有条不紊。全剧组的拍摄紧凑而不乱，艺人不是随便玩玩那么简单。实际上杰伦的经验远比其他人想象的丰富。2000年周杰伦应电视台邀请，导演拍摄了一部搞笑短剧《英雄救错美》，剧中杰伦因看到刘畊宏抢走一个女孩而和刘畊宏大打出手，想上演英雄救美，没想到只是一场误会。虽然这是一部非常短的短剧，但却具有纪念意义。它是杰伦的第一次拍摄作品。后来杰伦也参演了许多微电影和 MV， 在拍摄过程中他一直在学习。在《头文字 D》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杰伦近距离地接触到刘伟强和张艺谋这两位大导演的拍摄，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但就像张艺谋所说，周杰伦很有天赋，两部电影就让他学到了导演的程度。但是杰伦学的只是技术和手法，他要拍的仍然是全新的属于自己的电影。当影片片花放出来之后，有记者质疑周董是否找枪手来拍电影，桂纶镁为此特地站出来帮杰伦证实，全片确实都是杰伦自己拍的。为了避嫌，杰伦都不让刘伟强等导演来探班，影片杀青的时候才让刘伟强到现场来观看片段。2007年7月31日，周杰伦导演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正式在全国上映，影片的全国首日票房就达到了600万，成为2007年国产片首日票房纪录。发行方表示，这并不是一部大制作的影片，所以对于首日的票房成绩很满意。但是当年在影片上映后，评论却是两极分化的。在许多媒体人的眼光中，一个跨界来当导演的歌手应该是不会拍出什么好电影的，再加上这部电影并不是那么容易看懂，许多人便错过了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在影片上映时，台湾刮起了长达一个月的台风，这也对电影的票房产生了影响。最终影片总票房排在了当年的第11位，作为一部小成本文艺电影来说，这个成绩已经非常不错了。但就杰伦的预期来说，这个成绩并不能让他满意。总体来说，不能说的秘密当年所受到的非议更多是来源于对周杰伦本人的偏见。相比现在许多所谓歌手的跨界，当年的周杰伦跨界到导演行列是非常少见的，也是不为人们所看好的。但就在此时，张艺谋却站出来力挺周杰伦，他表示不能说的秘密不像一部处女作。之前他还担心做音乐出身的周杰伦会把不能说的秘密拍成一部大 MV， 因为很多音乐人拍电影都会走上这条路，但杰伦避免了这个方向，而且无论从画面、音乐、情节还是剪接上来讲都显得比较成熟。你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这部影片，但不得不承认杰伦对电影分寸的把握是很到位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我要恭喜杰伦。作为一部文艺爱情片，它需要我们沉下心来用心欣赏，随着时间的发酵，搭在一遍遍的细品中，逐渐发现了影片的优秀。
在这十几年中，不能说的秘密的评价是一路走高的，比如豆瓣评分从2007年的 6.3 分到2019年的 7.7 分，再到2021年的 7.9 分，这或许也说明不能说的秘密是一部超强的电影。在这十余年中，校园青春主题方面的电影拍了不少，当小三堕落、打架斗殴这些狗血剧情层出不穷时，我们回看不能说的秘密，它没有性和金钱的描绘，没有尘世浮华的庸俗，有的只是单纯美好的萌动，干净清新的情愫。那一份青葱岁月的淡淡芳香，在影片的细微之处感染着我们，这也是真正的青春片。不能说的秘密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回望着校园的美好，也因此它更加的打动我们。你说吧，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已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在完全失去之前。你说吧，爱渐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无论你是当年上映时看过这部电影，在十余年后再次回味自己的青春，亦或是后来才看过它，回望着那时候的杰伦，又或是现在才看过它，感叹着时光的飞逝，不能说的秘密都值得我们反复欣赏。无论是影片中藏匿的细节，还是叶湘伦和陆小玉的爱情故事，都值得我们一遍遍的回味。在那青涩的校园中，同样也包含着属于我们的回忆，是枯叶飘下的痕迹，是新叶盛开的葱绿，是天台吹过的清风，是屋檐落下的小雨，也是周杰伦的钢琴中弹奏的不能说的秘密。你说吧，